屏东，然后刚才到来自这间餐车，那我们进去吧。我觉得它的萝卜糕还蛮有趣的，就是它有一个专属的萝卜糕酱，然后酱里面呢是会加那个绿色的罗勒叶，跟他们的酱油去做调配，有一种淡淡的清香。然后蛋饼的部分呢，我们点了两样，一个是原味的那个葱花，然后另外一个是酱烧腿。然后我觉得酱烧腿还蛮好吃的，它的猪肉的那个腌制的酱料跟它的蛋饼是很蛮搭的。我现在呢要吃完早餐了，然后会先回就是亲戚的家休息一下，然后接着就要去郊区移动喽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新的圣母教堂，刚好遇到他们150周年的开教仪式，蛮热闹的。外面还有夜市，里面超多人的。视频森林公园其实有10.05公里，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只有在外围绕一绕。然后现在呢，要去运动公园陪小孩子们去溜纸牌轮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